数学院院长王静龙院长为你说一句话。这个展览十二月份将在深圳美术馆来举行。那我们看看世界上总有这些现象，其实可以了解到水产目前这个困难的实际上，不仅在台湾，是在中国或在世界各地，都是在往上。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困难随着种种发展会继续往上提升。那当然，年底老师所引导这个团队来讲，他很多人才，但是我们这个报告团队没有请。我们要拜托一下，谢谢你这次跟我们的合作。我们没有空，如果你要来支持，我们把学院一起推展上来。当然，希望部长跟我们政府长官多多的讲一讲。他不仅可以来陶冶我们在监狱里面的受刑人的心情，他对全民的美感素养其实都很重要。在我们这个民间团体的办学院活动的时候，也要多多来支持，多来站前面，站前面的光。好。非常谢谢。好，那再恭喜，